美丽，你们的美丽。妈妈，你要不要坐里面？那下午没有睡觉就不坐啊，你坐啊，哪一扇？不用紧，不用紧，这样坐，不用紧，不用紧，不用紧啊！你坐，你坐，不然这这阴了不舒服。我们的东西怎么拿？不用紧啊，这这一坐这也是看不到。妈妈坐，怕拍谁？不用紧。从你回眸那天开始。是的，那你是什么时候才接触新潮的歌曲？因为你。